前最新的进度哈，刚新生轮 YMS 技师嘉威跟阿玉店长检查的结果，把我们都以为就是像以前的问题嘛。刚轩仔刚去年六月庆的时候，就是火星塞问题，四缸有一缸不点火，哦，火星塞挂掉。上次是火星塞挂掉，所以那次换好以后就整个都正常。所以买二手车回来，第一件事通常都是电瓶跟火星塞这两个是基本上是第一个要优先更换的，这两个一定要优先更换。还有机油、来源片那些其他，你如果那时候有检查车况，其实应该都知道了。轮胎那些要换就换，没有就是还可以撑这样啊。基本上火星塞跟电瓶这个是应该，那车如果放在车库很久什么那个，建议换掉了。点火不顺，还是说骑起来就是？像轩来讲啊，刹卡刹卡哦，低转的时候会抖动，没有那个，然后中高转的时候没有以前那个那么冲劲哦，那个爆发力。低模式最强扭力模式骑起来像变成有点 STD 小绵羊感觉，然后又会抖抖抖，像云霄飞车那个在爬上去有没有那个爬升的时候那个链条咔咔咔咔那个拖硬拖那种感觉，会有那感觉，就是你就可以检查你的发动以后，然后四个缸。四个气管喷水一下哦，平均喷水，只要有一个气管的那个水蒸发很慢很慢，那就代表应该就是有其中一缸不点火。但是这一次不一样哦，这一次在深度的检查，因为正常你要逻辑想嘛，如果是火星塞换，然后骑应该骑满一年哦，骑一年应该还不会说。上次三宝那个顶到排气管就火星塞就挂掉了嘛，对，正常来说不可能，火星塞要在油箱里面拆进去，在里面哦，在那边那几根管子凸起来那个就火星塞在那里嘛。通常不会因为这样撞击就火星塞挂掉嘛，所以这次深入检查发现什么？真的就是那时候 Pista 文宇有发现，就猜测了，猜测了，真的就是烤耳哦，那个有一缸的火星塞下面。在那个火星在下面，烤耳那里脆化了，脆化。啊，现在看如果新生人有现货就直接掉。然后这个好像听说 MT 零九也有这个常见的现象是，通常是在什么比较常遇到就是网络上都有一些心得，就是牵车去让人家做小美容，洗完车以后回来发现车子引擎低转怪怪的。FD 它是 FDN 哦 ，EN 是。FDEN 就是 NT10 的上一代嘛，哦，也是四缸，哦，排气管听起来像双缸声，排气不顺，震动变大，啊，转速拉上去又变得很正常、很平顺，就低转会有问题。这个就是，哦，人家都跟你讲啊，就是烤耳或者火星塞其中一个问题，比较好发在你在给人家洗车，哦，啊，当然像那个台中打二 P 阿郎哥洗车，我给他洗都没问题哦，每次洗都没问题，因为他洗是很专业的洗。不会说什么不该喷到的地方都给你高压去冲啊什么，不会有那个问题。通常都是你有时候可以自己洗哦，自己洗，然后就哦被枪啊，或者是洗车场那种很大的水刀那些冲哦，通常都是自助洗车那种水刀冲哎，就有一些问题会突然出现了。反正只要洗车完发现哎怎么低转怪怪，没瞎的，本来四缸就骑起来像双缸的感觉，震动变大这样。这个就有可能是火星塞或烤耳，然后烤了什么？烤了通常就是讲这个高压线圈、点火线圈哦，这个脆化就可能会发生这种现象。所以之前可能刚签的时候，那时候就四缸有一缸不点火嘛，其实那时候烤耳可能就有一点点问题啊。哦，啊那时候换火星塞是四个换掉是正常，啊骑了一年以后可能被轩仔这样摧残了不啦？315天这样通勤出游日常，可能那一缸就越来越明显哦，就真的到了该换哦，高压线圈该换的时候了。现在就看有没有得掉。火星塞位置哦，这里一个、两个、三个，第四个火星塞在哪边？哦，藏在下面。好，谢谢。刚刚发动的时候。因为正常四缸火星塞换完嘛，都正常，就应该按下去就直接秒发动了。或者像
之前三缸一缸不点火的时候，三缸运作也是会正常，啊，现在是把那一缸不点火的火星塞换掉，现在等于四缸的火星塞都正常嘛？结果哎，怎么发动的时候那个很像电瓶没电那种感觉。我想了，哎，不对，电瓶也才换不到换半年而已吧？对啊，应该不会有问题啊。那是黄色电力的，黄色闪电，那就是他刚刚他们检查的结果，其中一缸的烤耳有问题啊。火星塞换新后，点火烤耳也要见检测。火星塞一颗都很便宜啊，几百块，烤耳一颗大概是平均价格1500到2000多吧，差不多在这个价位了。等全部都 OK 以后，就可以展开2021年的宣宅365天跟 MT10 的通勤出游重车日常了。那这集会让大家听到就是 MT10 在市区走 CP4 嘛 ，Cross Plane 4变成 Cross Plane 3的时候，就是 CP3的时候，那个三缸的十字曲轴听起来声浪会怎样？还有四缸火星塞都正常用，真正的 CP4 那个听起来的感觉如何？我都会真实的呈现给大家，给做参考哦。我来台 NT15 很帅，我衣服真的很好看，15跟10相见欢。换那个不点火那一缸的火星塞跟烤耳以后，一零恢复健康了，恢复真正的 CP4 啊！等下上路让你们听看真正的 CP4 跟 CP3 三 N 十字曲轴的真三缸跟真四缸差异哦，等下听看。